各位线上线下的亲友，大家晚间好，吉祥快乐。很荣幸今天啊，有这个机缘能够来到北海华教基督营结这个法缘，而且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就是明天是金生节，玛嘎普加，今天是金生节的前夕啊，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节日，也刚好碰到北海佛教祭司灵明天这个公万圣节圆满，我们这个是一个 warm up 来迎接明天的圆满，更加圆满，双圆满。所以等一下我们的流程呢是师父业，让我们今天有师父业，就是有布施直接禅修，我们是以慈心哦，就礼敬可敬者，就是礼敬佛、礼敬菩提树、礼敬塔哦，这是代表佛陀的象征。佛陀的色身，就我们有服务服务可能有些人，比如说北海佛教基司灵的法工义工，有来完成这个整个护法的工作。下来就是有文法听闻法，还有弘法，比如说北海基司灵举办这个这个公修会这一种弘法之后，我们有随喜功德，最后就是你们会随喜我们僧团的功德，然后我们要回向功德。就增值期间是最重要的，在整个十个服务业，就是把我们一些不正确的没有带有正见的，我们用佛法来纠正它，让我们的修行能够更加圆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十服务业。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有去绕菩提树跟塔，那每个人就会点亮这些盏灯，然后你们要替谁点这个盏灯，我们就是替我们认识的与不认识的，看到也看不到的，还有尤其是这两年很多的疫情的亡者，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善心善举我们的善业让这些亡者如果他们还没有投身到好的地方，来随喜我们这些功德。所以等一下我邀请天神的时候，你们也可以邀请你们家里的神灵，或者你们的祖先，或者你们的亲朋好友已经已故的在这段时间或者过去的，都可以请他们莅临此地随喜功德之后我们就会去点燃这些灯，就跟随我跟班长我们绕出去在西洋嘎佛教呢，绕菩提树跟佛塔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不是只有西洋嘎泰国缅甸西兰，这个是代表一个象征，就像经典有常常讲，如果天神来请法，他们绕佛三圈，然后站在一个适当的地方，这个是代表对圣者的一种礼敬。那佛陀讲，虽然他的色身已经不在了，但是见到菩提树、见到塔，就是看到佛陀的色身哦。所以这个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修佛随念佛教有很多的仪式，不是纯粹只是一个仪式，其实每一个仪式都可以拿来修止禅的。比如说绕塔绕菩提树，我们会意念佛的功德，那个就是佛随念的，是一种禅修止禅来的。除了是服务业，也是可以变成一种智慧。所以我是希望我的带领之下，不是只是停留在形式上面，每一个环节都有跟法有连贯的希望我们能够活出法的精神跟意义。很高兴今天能够这个机会带领大家，那我们就请北海佛教今天的基青的团长灵宝来敲钟，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公修，邀请龙天护法神祖先们莅临此地随喜功德，来我们有请灵宝开始，然后班长带领大家。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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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埵萨埵萨埵，阿耨多罗蜜。请大家常跪双掌合十，礼敬三宝。阿拉汉萨玛萨布多巴嘎瓦
Ime hi sakare hi tam bhagavantam api pujayami。 我今提手顶礼这位远离尘垢的阿罗汉，觉醒圆满的大觉者，他是世上最尊贵的圣者。安加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不起礼佛一拜。萨瓦嘎多巴嘎瓦塔达摩伊咩希萨嘎瑞希坦达玛阿毗婆伽耶咪。我今提手顶礼世尊所宣说的无上深深微妙法。安加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礼敬法真理。苏巴迪帕诺帕嘎瓦多萨瓦嘎桑科伊咩希萨嘎瑞希坦巴嘎万坦阿毗婆伽耶咪。我今提手顶礼世尊的声闻弟子，彼等为善行于道德的僧众。安加利阿毗瓦万达那，合掌问讯礼敬僧团。后面的佛有没有位置？没有，没有。我们邀请天神及大家双掌合十，你们也可以邀请你们的祖先已故的眷属莅临此地随喜功德、大家保持默然观想、邀请他们前来。萨曼达扎嘎瓦列苏阿Tragacchan Tudevata Satamam Munirajasa Sunantu Sakkamokkadam Dhamma Savanakaro Ayam Badanta Parittas Savanakaro Ayam Badanta Parittassavanakaro Ayam Badanta。 从世界系中各处，愿诸天神莅临马来西亚槟城州威北县北海佛教居士林法真上法堂随喜功德，恭赞法会，恭赞法义，以及我们邀请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理事会员、至亲及护法信众们的历代祖先、已故的眷属们，以及疫情的亡者莅临此地，随喜功德，听圣者王之正法，导向乐处以解脱。这是听闻法的时候，大德门；这是听闻护卫经的时候，大德门。这是听闻护卫经的时候，大德门。大家一起念：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知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知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知觉者。维巴迪巴迪巴哈呀，萨巴萨巴迪悉迪呀，萨巴杜卡维那萨呀，巴里达姆布达曼伽兰，维巴迪巴迪巴哈呀，萨巴萨巴迪悉迪呀，萨巴巴呀维那萨呀。Paritam Bruta Mangalam Vipati Pati Bahaya Sabasam Pati Sitiya
萨巴罗嘎维那萨亚巴里达布罗达曼嘎拉，为避免不幸，为实现成就，为灭尽诸苦，请为我们祝福及送护卫祭。为避免不幸，为实现成就，为灭尽恐惧，请为我们祝福及送护卫祭。为避免不幸，为实现成就，为灭尽疾病，请为我们祝福及送护卫祭。为避免不幸，为实现成就，为灭尽诸苦，灭尽恐惧，灭尽疾病，我们为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亲及护法心中，以及2022年国际公万圣会所有的参与者护法心中祝福及送护卫祭。萨都萨都萨都，请求三皈五戒，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念。哦嘎萨阿含班德提萨拉尼那萨丁班加西兰达玛雅加密阿努嘎含卡托西兰德达米班德。尊者，我祈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Do tiam pi aham bande ti sarane na satim panca silam damam ya chami anugaham katwa silam de tami bande。 第二次，尊者，我祈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Do tiam pi aham bande ti sarane na satim panca silam damam ya chami anugaham katwa silam de tami bante anugam pang upadaya。 第三次，尊者，我祈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出于悲悯，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Yamaham vadami tam vadet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Amma bande， 是的，尊者。三皈。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鼻世尊阿罗汉全智觉者，礼敬鼻世尊阿罗汉全智觉者，礼敬鼻世尊阿罗汉原智觉者。Buddhang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佛。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法。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我皈依僧。Duttiyampi Buddhang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皈依佛。Dutt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第二次，我皈依法。Dut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第二次，我皈依僧。Tatiyampi Buddhang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皈依佛。Tatiyampi Dhammang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皈依法。Tatiyampi Sanghang saranam gacchami， 第三次，我皈依僧。Sarana gamanam sampunnam， 皈依已经圆满。Amma bande， 是的，尊者。五戒。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Adi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我受持离不愚取学处。Kamesu micchacar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我受持离邪淫学处。Musawada veramani sikapadam samadhiyami。我受持离妄语学处。Sura meraya majapamadatana veramani sikapadam samadhiyami。我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诸九类学处。Tisaranena satim panca silam dhammam sadukam srapitam katwa apamadena sampaditabam。 你们应当好好的守护三规和五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的努力成就。阿玛班德，是的，尊者。祝福。Silena skatinyanti silena buka sampada sileni butinyanti tasma silam visudaye。 因此结故使你们投身三道，因此结故使你们成就财富，因此结故使你们解脱烦恼，因此你们应当净化你们的戒行。Sadhu Bande， 好的，尊者。发愿以分享功德。Idam me punyam asava kaya waham hotu。 Idam me silam nibbana sa pacayo hotu。 以我这份功德，愿为摧毁诸漏烦恼；以我持戒功德，愿它导向涅槃的体证。Mama punya bagam sabasa tanam bajema te sabe me samam punya bagam labantu。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Sadhu Sadhu Sadhu Anumodami。 各位先生跟先下的贤友们，现在我们要以光明灯供养佛陀跟诸阿罗汉，请大家点亮你们的灯，意念你们要代表的终身点这个光明灯，灯是代表光明大家请点燃你们灯，我念的时候你们意念。南无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知觉者。在此线上线下的贤友们，以真诚的心代表六道一切有情众生，代表一切苦道的众生，代表现场以及线上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青及护法信众，2022年国际公万生所有的参与者施主，以及已故的杨雅乐，代表我们的唐三历代祖先，已故的六亲眷属们，代表我们的师长三知识，代表我们的父母亲、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儿女们，代表护法神、保护神、守护神们，代表北海佛教居士林周围附近知道、听到、见到的有情众生，代表疫情的患者以及亡者，恳求伟大慈悲的佛陀以诸阿罗汉慈悲垂悯，接受我们以他们光明灯的供养，以便让我们以他们获得长恒的利益与幸福，成为我们以他们三根增长、天福天慧、得益三知识、修行无障碍、三愿达成、证悟涅槃的助缘。萨度萨度萨度阿耨摩达蜜。请大家坐下，我们供灯，等一下就我们就要烙菩提树跟舍利塔。三波多地巴丹舍多尼西诺杰瓦玛吉米昆丹哟布巴巴吉加阿嘎尼耶迦卡萨婆萨里布多迦达给尼哈拉蒂耶乌巴里迦巴吉美比迦阿难多巴雅贝迦噶万巴提
摩伽蓝诺迦乌达里伊萨尼毗迦拉呼罗伊咩喀曼伽拉布达萨贝伊达帕提提达万地大地加阿弥希萨迦瑞希加布吉达耶提萨阿努巴维那萨巴苏提巴万图诺耶切瓦玛江达那玛萨内扬那玛萨玛诺拉达那达扬扬布尼亚比萨达姆维普拉阿拉达姆达萨努巴维那汉丹达拉哟，正等觉殊胜，等正觉殊胜，等正觉殊胜两足尊，正坐于中央。东方立的是乔成如尊者，东南立的是迦叶尊者，南方立的是舍利弗尊者。西南立的是优婆离尊者，西方立的是阿难尊者，西北立的是卡湾拍地尊者，北方立的是目犍连尊者，东北立的是罗侯罗尊者。这些阿罗汉们接受如来的加倍，他们一一的站着，我向他们一一的敬礼，以及献上最胜的供养。借此种种的威力，愿你获得幸福与安乐。在我礼敬这些应受礼敬者之后，我再向三宝做同样的敬礼。在此，愿所获得的殊胜功德及通过他们的威力，愿一切的险难皆摧毁。各位全体大众，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绕菩提树跟他。等一下绕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距离哈，我们跟着 SOP， 还有就是不要踢到石头或者铁板哦，大家注意一下。有麦吗？外面有麦吗？马六，外面有麦吗？有。很简单的，我们就是一直念阿拉汉三摩三菩提。等一下，
阿拉哈萨玛萨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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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哈萨玛萨布多。Arahang Samma Sambuddho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Arahang Samma Sambuddho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 Ettena Sacca Vacchena Hottuti Jayamangalam Ettena Sacca Vacchena Hottuti Jayamangalam Ettena Sacca Vacchena Hottuti Jayamangalam 这真实的话语，愿你我获得胜利吉祥。这真实的话语，愿你我获得胜利吉祥。这真实的话语，愿你我获得胜利吉祥。萨度萨度萨度，发愿。伊米那波尼卡美那玛美巴拉萨玛伽摩。Satam samagamo hoto yava nibbana patiya Idam me punyam asavakkhaya vaham hoto Sabba dukkha pamucchato 以这些功德行的威力，愿我直至证悟涅槃，皆不异于人，只清净智者。愿此功德导致诸漏，愿我解脱一切苦。萨度萨度萨度阿耨摩达蜜。由于疫情的缘故，在门南传上座部呢有两部经，在这期间我们都一直念诵，反复的念诵，一个是宝经，一个是摩姜嘎巴利达觉知护卫。这个是针对希望我们的身体的病痛以及内心的病痛可以突破护卫经的真实的力量，给予我们的治疗啊，让我们一起来念诵今天的这部经《波江嘎巴达》，请大家双掌合十。南无达舍巴嘎瓦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波江嘎巴利达，桑萨勒桑萨兰达南萨巴杜卡维纳萨尼，萨达达美加波江格马拉塞那巴玛达尼，波吉多耶吉米萨达提巴瓦穆塔古达玛。Ajati majarabhyadim amatam nibayam gata Evam adi gunopetam aneka gunasangaham Osadam ca imam mantam bojangga ca banamahe Bojango sati sangkato dhammanam bijayot Tata viriyam pitipassati bojangga ca tata pale sammadupekka bojangga satete sapadasina munina samadakkata bhavita bahulikata Samvatanti abhinyanya nibbanaya cabodhiya Etena sacca vacchena suttite hotu sabada
Ekasmin samaye nato mogaranan cakasapam gilani dukete deswa bojangge sata desaye techatam animam ditwa loga mucin sutankani etena sacca vacena sutite hotu sabada ekada damarajapi gerayena bipirito chunda terena tam yeva bana petwa nasadalam samoditwana abada tamhautasitanaso etena sacca vacena sutite hotu sabada pahina te ca abada tinanampi mahesinam magahata kilesava patanupati damatam etena saccena suttite hotu sabada etena sacca vacena suttite hotu sabada etena sacca vacena suttite hotu sabada 礼敬彼师尊阿罗汉全知觉者，礼敬彼师尊阿罗汉全知觉者，礼敬彼师尊阿罗汉全知觉者，觉知乎位七觉之法能够灭除在生死轮回中轮回的众生的一切苦，也能够战胜魔君体证的七种法后，这些超凡者解脱三有，他们已经达到无生无老无病无死无不为的涅槃。贤者，让我们念诵具备上述种种功德的觉知经，它如药如咒，带来不少的利益。此七觉知即念、责法、精进、喜、清安、定、以舍，是之间一切的摩尼三说之法，在培育、重复修习之下，会导向上等之涅槃菩提。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一时保护者师尊见到木建连和迦叶生病受苦，他就向他们开示七觉经，聆听此经后，他们感到欢喜，并且立刻病愈。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一时法王受到病痛折磨，他就只是存陀长老恭敬地念诵该经，他对该经感到欢喜，并且立刻病愈。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这三位大圣贤的疾病被驱除后，永远不再复发，就像被道断除的烦恼。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以此真实语，愿你我永远平安。萨度萨度萨度那嘎达亚嘎布达南巴巴嘎哈尼瓦拉那巴里达萨努巴维那汉都德萨姆巴达维德沃瓦萨图卡勒那萨萨萨姆巴提嘿图加Pito bhavatu loko cha raja bhavatu dhamiko Dukkha patta cha nidukkha baya patta cha nibaya Sokkha patta cha nisokkha Honto sabbipipanino Sabbe buddha balapatta Paccekkhanan jayambalamArahantanan jatejena rakkambadamisabaso
Yamdo nimittam avamangalam ca yocha manapo sakuna sasado papagaho dusupinam akantam buddhanupavena vinasamento dhammanupavena vinasamento sankhanupavena vinasamento yam kinchivit tam idava huramva sage suvayam ratanam panitam nano samam ati tathagatena idam pi butte ratanam panitam idam pi dhamme ratanam panitam idam pi sangge ratanam panitam ettena saccena suvati hoto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h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pavena sabba dhammanupavena sabba sanghanupavena sadasoti bhavantuti 心宿压卡鬼灾心之阻碍以乎精威力愿破皮诸恶愿四季节下雨愿所收割丰盛愿思切切祥和愿统治者公正愿受痛苦的动物都没有痛苦受害怕的动物都没有害怕以及也受伤心的动物都没有伤心以一切佛力诸毒劫之力及阿罗汉力劫一切守护凡诸恶兆已不祥及不悦耳之鸟涕灾星噩梦不如意以佛威力愿消失凡诸恶兆已不祥不悦耳之鸟涕灾星噩梦不如意以法威力愿消失凡诸恶兆已不祥及不悦耳之鸟涕灾星噩梦不如意以身威力愿消失世间任何宝存在多种类无宝等同佛故愿你我平安世间任何宝存在多种类无宝等同法故愿你我平安世间任何宝存在多种类无宝等同身故你我平安愿得诸吉祥愿诸天守护以诸佛威力愿你我常平安愿得诸吉祥愿诸天守护以诸法威力愿你我常平安愿得诸吉祥愿诸天守护以诸身威力愿你我常平安萨度萨度萨度阿努摩达米很好很好很好我随喜啊、各位线上以及线下的贤友，现在这个环节是打坐。在十福业里面呢，最重要打坐的三业是没有布施持戒、是不能够跟打坐的功德相比的。还有真知其见，就是真知真见的功德也是很殊胜、今天要带领大家的打坐的、业处叫做慈心禅。慈心是就是祝福别人幸福，希望看到别人没有任何的痛苦，他们的生命都活得幸福快乐、这个慈心禅呢是现在发生这个疫情、大家都需要关爱需要他人的祝福、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看到的见到的、有敌意的还是有善意的我们都应该散播慈爱给他们、这个就叫慈心禅慈心禅主要是要对治的烦恼是嗔心、它是嗔心的良药对治的药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荧幕我们先散播给我们自己我们先念诵之后我们再来打坐阿维罗诃弥阿比亚巴哟诃弥阿尼哥诃弥苏吉阿达南巴里哈拉弥愿我脱离仇恨愿我脱离精神上的忧恼，愿我脱离身体上的痛苦，愿我守住自己的幸福，
Sabbe sata avira hontu, Sabbe sata abhyapaja hontu, Sabbe sata aniga hontu, Sabbe sata suki atanam pariharantu。愿一切有情众生脱离仇恨，愿一切有情众生脱离精神上的忧恼，愿一切有情众生脱离身体上的痛苦，愿一切有情众生守住自己的幸福。萨贝德瓦阿维拉洪多，萨贝德瓦阿比亚巴加洪多，萨贝德瓦阿尼嘎洪多，萨贝德瓦苏基阿达南巴里哈兰多。愿一切天神脱离仇恨，愿一切天神脱离精神上的忧恼，愿一切天神脱离身体上的痛苦，愿一切天神守住自己的幸福。萨贝曼努萨阿维拉洪多，萨贝曼努萨阿比亚巴加洪多，萨贝曼努萨阿尼嘎洪多，萨贝曼努萨苏基阿达南巴里哈兰都。愿一切人类脱离仇恨，愿一切人类脱离精神上的忧恼，愿一切人类脱离身体上的痛苦，愿一切人类守住自己的幸福。大家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静坐，我念你们内心意念，然后首先，这个慈爱是一种祝福，慈爱的力量要来自于打从内心，无分别心，没有保留，清净无染的祝福，没有占有的，就是纯粹希望看到对方能够幸福安然，首先此心要从自己开始散播，就像一种祝福散播到你全身，充满喜悦，充满了幸福，充满了法喜，然后呢再慢慢把这个祝福散播给我们的亲友，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甚至，那些眼睛看不到的，见得到的，远的，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包括无疑，首先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去体验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幸福，体验了我们就把这个祝福，散播给以上所讲的所有众生。愿我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父亲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母亲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师长三知识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兄弟姐妹子女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亲戚朋友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
愿护法心中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龙天护法神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天神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一切梵天神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周围附近的众生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疫情患者平安、快乐、祥和。平安、快乐、祥和。愿六道众生平安、快乐、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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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快乐。请大家双掌合十，我们发愿回向。伊达咩巴瓦南尼巴那萨巴扎哟呼都，玛玛布尼巴甘萨巴萨达南巴杰玛，提萨贝咩萨曼布尼巴甘拉班都。愿禅修的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阿耨摩他弥。下一个环节是佛法分享，请大家双掌合十，我们礼赞佛陀三称：南无达舍巴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南无达舍巴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智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智觉者，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智觉者。各位线上、各位线下的贤友们，大家晚间好，吉祥快乐。班爹晚间好，吉祥快乐。生宝节千禧如意快乐。今明天就是我们生宝节，是我们南传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除了圣宝节，还有佛陀节、净身节，或者我们讲净身节、净佛节、净法节，就是每年都有庆祝的。今天的公修是清十福业，然后我们开示，本来我的题目是善恶业的因作，所以我又改个题目：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保护？如何建立生命的真正保护？想起这个疫情
从2019年11月底从武汉开始，到现在已经是两年三个月有了，也影响了全世界各层面。它比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更可怕，它比贸易战还要可怕，它历史以来所有的疾病是最可怕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够躲避这种的不幸不如意呢？在漫长轮回，很多东西都是很难躲避的，因为众生有无明爱意造了的业，我们果报成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承担去面对。那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呢？像这两年呢，我们都可以看 YouTube 啊、Facebook 啊，都一直强调哦，我们要怎样投资啊，我们要怎样买股票啊，我们要怎样炒这个炒这个什么货币啊，我们要怎样买物资啊，买 insurance 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各种各样的健身的东西啊，还是说打疫苗啊？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这个保护真的能够带来全方面的吗？当然了，医学的保护是非常需要的，这个是不可缺陷的我们学佛也是要从实践法建立起，再来出实践法。那我们可以做双层的保护咯，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这个内在的也可以帮助外在的，但是如果你外在你没有内在的，如果你业不好，你也是会遭殃咯。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在漫长轮回什么是真正的保护。人家讲养子防老存钱在银行老的时候可以用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可以用但是这些真的是我们的保护吗？真的可以当我们面临不如意的时候，种种的挑战的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保护我们吗？比如说你买保险，人寿保险如果你去世了，他可以 赔钱，但是生命可以用钱来衡量了吗？可以不可以？或者我们离婚了有那个赡养费，那个赡养费可以代表幸福吗？也不能哦。当然钱还是需要啦钱可以用在很多方面，有意义，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帮助自己，可以利益社会。但是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疫情那个严厉的情况这两年多，到底什么才是真正我们的保护？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保险保健品打疫苗还有各种的设施怎样保护 SOP 让我们能够不受感染那或者我们的保护只停留在这一方面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审视我们就讲一个故事咯，应该大家有看过法基金故事咯。巴达加拉知道吗？巴达加拉是佛陀的比丘尼僧团的这个持戒第一的比丘尼他的故事大家也应该听过咯。他是出生于一个婆罗门家，很富有的，但是他喜欢上他的仆人，所以他们就私奔离开家乡，然后他们就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咯。巴达加拉本来是出生这个富有人家，他是清心皎洁，但是因为私奔了跟他的另外一个他的爱人是很穷他们要耕种，然后巴达加就要做家务来养维护家庭。那巴达加拉他第一个孩子生的时候呢，他就想我要回娘家生孩子，但是肯定他的爱人不允许咯，因为他们是私奔的嘛，所以就他在半途的时候要回家生孩子的时候临盆的时候就被她丈夫拦住。第二次还有第二胎的时候，她又带着大的要回娘家，就中途又被她丈夫拦住。那这一次呢，就发生了她人生最大的考验，最大不如意的事情就是当天在路途她丈夫拦着她的时候带着一个大的，还有肚子那个小的要即将要诞生的刮风大雨打雷她的丈夫就要赶快，因为她临盆了，半路了，来不及了，也不能够回家，也不能回她的父母的家，她丈夫要去找柴捡那个柴起火煮水给她太太临盆可以用就丢弃她太太在森林里面就去找。但是很不幸，在找捡木材的时候被毒蛇
咬到当场倒闭死掉。他太太巴达加就在狂雨当中，就蹲着，蹲着，生孩子，还有那个大的，抱着他大的这样生孩子。孩子生出来就满身就是血，然后天亮了，雨停了，那怎么我丈夫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怎么去了那么久还没有回来呢？他就去找找找找，看到他丈夫倒闭，整个身体都黑掉，因为被毒蛇咬到，他就很难过了。他的保护所已经有了没有？对一个女人来说，什么是他的保护？他的另外一个爱人就是他的保护，是不是？各位，是不是这样？有家庭的就知道，有谈恋爱就知道，是吗？你嫁给别人，你终身的幸福就是他给你了，他给你的保护，他是你的保护所。不用紧啊，丈夫去世了，我还有两个儿子，他是我的保护，为了保障，是吗？就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抱着，一个牵着走，走到路途，他就看到一个路人，他就请问你没有听说某一个村某某人某一家人户？他说这位妹妹你什么人都可以问，这一家人的事情你不要问。他说怎么不可以问你？他说我问了，如果给你答案，你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答案这个信息了。他说你讲呢什么我不能够承担？昨天我在淋雨狂风大雨的时候，我就这样生孩子，怎么我不能够承担他讲你所问的那一家人昨天打雷你也知道了。他说我知道了，我淋着雨生孩子。他说那一家人因为昨天打雷着火，他屋顶烧掉，整家人爸爸妈妈孩子通通困在里面被烧死了，那个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夜之间他的保护所又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妈妈没有了，兄弟姐妹兄长没有了。那现在他还有什么保护？那两个孩子是不是？各位，他的期望要托付给谁？就是那两个孩子他就不用紧，我还有两个孩子可以跟我走完我人生的旅途，这是我的保护所，这是我依归就带着他们要过河了，有一条河蛮高的那个水。他想两个怎么带过去很难就跟那个大的讲哥哥你在这边岸边等，我先把弟弟带过去，等一下好了我再来带你过去你乖乖他就过河了，泡着那个刚出生的满身都是血，然后老鹰很大，这个老鹰在空中飞飞飞，看到哇有肉块，肉块就瞄准就飞下来，他嘘嘘嘘这样甩手要赶那个老鹰。那老大以为妈妈叫我过来，叫我过来，我就走走走就掉进河里，被河水冲掉了。然后大妈妈就注意，老大就没有注意那个老鹰老小就被老鹰叼走了，所以他的衣柜变成泡沫了咯，他当场疯掉了，他的衣服也掉光了，疯了，头发也散落了。我没有衣柜，我没有衣柜，谁是我的衣柜？什么是我的衣柜？就这样走走走走到舍卫城。当时佛陀在舍卫城祈头林精舍，大家看到了市场满街人就拿石头拿菜丢了，疯女人，疯女人不知羞耻，没有穿衣服，这样四处跑，这样骂啊骂丢他。他说我要找衣柜，我的衣柜在哪里？有衣柜。来到舍卫城佛陀用他的观智这个女人呢，来到我面前呢，她就会醒过来，过去的波罗蜜已经成熟了，得度因缘到了你们不要阻挡他，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大家骂他说也不是羞耻，那旁边就有一个人丢了一块布给他遮蔽他的羞处。然后他突然看到佛陀，他突然佛陀用他的功德他的神通，让这个把大家从疯狂迷失了心智的状态就恢复正常。然后醒过来他就看到佛陀，他就很就对佛陀很尊敬，然后他就讲我要寻找衣柜，然后佛陀我就是你的衣柜，我就是你的保护所孩子你不是今生中那么苦而已，在漫长轮回这种经历，你不知道进入到无数次，你的眼泪积累起来都比海洋还要多，不会夸张各位，每一次的轮回我们也没有爱别离苦。各位，然后我们回到来，到底佛教教的是什么？佛陀讲的是什么？45年我们总结
它的核心是什么？是圣地嘛？是圣地是一种名词啊，苦集灭道。是圣地就是不捞着生命来讲的，什么意思呢？佛陀啊，一大誓因缘出世于世间，是为了度众生脱离苦海，让众生能够看到哦生命的本质跟真相，不要再迷惑在表面的一点点的快乐，而隐藏了很漫长要受的苦。佛陀要表达的就是四圣地，四圣地是什么？苦地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烟尘灰苦、五蕴四圣是苦。薄因来薄因去是薄因阿弥，我贪吃三等薄啦，就薄因这五蕴啦、啊。你每天忙来忙去，忙什么？这个色身跟这个精神而已咯。啊，生命本质就是这样，所以苦地就是告诉你生命的本质。极地呢，生命的起源，生命是怎样来的？其他宗教有其他宗教说法。那佛陀讲，一切的升起一定有因跟助缘才会产生单身嘛。它的原因是无明跟爱，只是而言起咯。生命的起源就是来自于我们不了知生命是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了知有一个方法可以灭苦，我们不了知有一个更好的幸福，更究竟的真正的保护所就是涅槃，不用轮回咯，不用有五蕴咯。所以就是极地咯，生命的起源。然后八正啊，这个道地就是可以灭苦，解除我们所面对生命种种的前面讲的八种苦，八正道咯、啊、是实践的道路，趋向解脱的。那灭地就是生命的终止咯， ending 啊，不用再轮回。你们喜欢轮回吗？三个家都来讲你喜欢轮回哦没有一个人喜欢轮回、啊、所以你说四圣地是不是绕着生命来讲，是不是以人为本？是因为佛陀为一大事因缘而来，度的是人，当然也有度天神啊、哦、啊这些。所以今天讲的人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尤其是面对这个疫情、哦、面对这个疫情，你再拥有再多的东西，但是你的业来的时候，你逃了去哪里？各位，凡是发生任何事情都一定有因跟缘的，不会贸然发生一些东西的，不像其他宗教讲的是神的旨意啊，还是等等，一定有原因的、哦、以佛教讲这个疫情发生，一定在因果定义来讲逃不过的，一定是众生有个人的业。通常这种传染病多数都跟杀业有关，我们漫长人谁没有杀生过？包括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杀蚂蚁啊，你杀啊，讲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喜欢这样啊，抓蚂蚁啊，抓昆虫啊，有没有？钓鱼啊，啊，是不是有没有？有啊、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杀业，在漫长里谁没有杀业过了？啊，只有阿罗汉没有杀啊，阿罗汉已经断了烦恼了，不会去杀。然后一果、二果、三果，他们也不会去造这种杀业，除非是无意、没有正念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有杀业，那再包括我们人的贪嗔痴，贪得无厌，那个欲望啊。好像无底洞啊，摸不到底了啊！你看这两年多啊，明宝贤友就知道咯， online 到新谷没有几个人要听咯，大家可以哇，你想开放啊哇，大家可以不要生命啊，都随便去吃喝玩乐。但是你看我明宝办一个活动有几个人来，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还有谁有意识到真正的给他们保护是什么？所以你说我们的业能够转起吗？善业能够转起吗？肯定不能。这个传染病，这个疫情来的时候都已经告诉我们，是我们过去的业还有我们的烦恼。那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努力吗？不断的造善业吗？没有带来寺庙，真的在家里有在自己做功课吗？明宝开课，有没有人上课？后面越来越冷淡啊，陶行行爹玲玲，我啊，大爷单位是怎样呢？每一个单位哇，开始都几百几百，慢慢整整整整整整整到一半，有没有啊？你看啦，
你想讲了，哇 ，MCO 开放，哇，你看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个购买就哇人山人海，那个根丁还能人山人海，连命也不要啊，啊，那么勇敢哦，但你叫他修行就不能，那这个趋势怎么能够改变呢？各位，是吗？二月来了，我们不要注入三月，我们还贪嗔痴，一直贪嗔痴，一直损福，一直耗福。你说老天怎么样帮我们？因为人类都不帮自己啊，所以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保护？那我们看看呢、我们这样的年龄呢、我们这样的年龄哦，这样的年龄啊，五十多岁的年龄，世界大战，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哦，就有 SARS 啊，就有种种的富贵病啊、癌症啊等等哦，之后有这个疫情哦，还有这些天灾人祸、道德败坏，一个过了又一个来。有没有 ending 的？哪怕今天这个疫情过了，再过几年人类又不检点啊，不继续啊修善法、改过自身、反省啊，还会有另外一个灾难来的。总而言之，漫长轮回就是这样的，三界如火灾，你跑不了了。因为只要你有五蕴，三恶业也要建立在五蕴，没有五蕴就不会成熟果报吗？涅槃就没有了吗？涅槃所有没有成熟的业就一笔勾销了吗？不然我们修行来做什么？如果我们过去像《演义经》，你们有听过《演义经》？佛陀用业盐巴来形容业啊。如果我们所做的业都要去承担的话，那修行还有什么希望？是吗？所以在恶业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造很多的善业来淡化，就好像盐巴跟水，《演义经》有讲啊，《演义经》。下面演义经它有几三个例子啊，或者不用啊，不用看了，我们看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保护哦。所以演义经里面讲哦，恶业就如盐巴哦，水就如三叶哦，你拿一桶水一把盐巴你就能够淡化它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可以做的，真正可以做的，除了医疗方面哦，打疫苗啊啊，我们要自我保护啊，多洗手消毒啊，戴口罩啊，哦 ，SOP 我们跟紧以外，我们还要减少啊，不要从外在寻找快乐刺激，不要耗太多时间生命在那些都是造恶业的，都跟贪嗔痴烦恼有连贯的啊，我们应该注入更多的善业，让这个局面啊。啊，乾坤牛坤就是能够转过来哦，把逆境转成顺境。所以明宝才要办这样的活动，是为了啊给大家一个因缘。当然啊，北海佛教基金也是做这个 SOP 严谨的，希望能够啊减到最低的冒险来办这样的活动。我们佛教也用理智跟智慧哦，虽然是善法，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着世间法来。啊，这个推广这种的啊善法，所以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所？在漫长轮回，只要你没有跳出轮回，你没有真的圣道圣果，你没有善业，很难有得到保护。外在的保护，比如说，如果我得了 COVID， 信徒可以替我承担吗？这个病痛不能，医生可以替我吗？药物也只能够注入进去，也要看你的业咯，是不是？啊，痛苦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们哦，呼吸别人不能够代替我们，吃饭拉屎拉尿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生病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烦恼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那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保护所？如何建立生命的真正的保护所？尤其是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好，来看看这部经，这部经是出自于《三月丹尼盖亚相应部有记品》科萨拉相应，科萨拉是乔沙拉国的国王的名字啊，国沙拉，抱歉，国沙拉相应是乔沙拉国波斯匿王的国家的名字，他的名字叫智护经，这部经叫智护经。有一天，这个乔沙拉国的国王波斯匿王，他就坐在一个地方，就宁静的思考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的保护？如何建立生命的真正的保护？其实我们佛教徒啊，常常应该反省或者反思或者思维法义，因为有四种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的，一个是听闻佛法，一个是思维佛法，一个是法随法行，一个是体证，这四个都可以增长我们的般若智慧。
但是多数人也不爱太听开示哦，听了开示也不要去思考，这里听那边出去、哦、思考了也不要去付出行动，只是一种知识。付出行动遇到种种的障碍的时候就放弃，没有走到最后、啊、所以就很难达到100分的智慧。所以思考法有助于我们，所以我常常问嘛，我常常问很多人、啊、这两年口译发生的，你们对口译的看法有什么样的感触感悟可以跟我分享吗？大家静静上帝家，你有什么感悟？世事无常啊、哦，那你等什么？世事无常，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是吗？啊，来，如是我闻这部经是阿难尊者从佛陀那边听来，一时就是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师尊是称呼佛陀九种功德的一种称呼。师尊这里意思是尊贵的、功德殊胜的、祥瑞的意思。住在舍卫提城，就是伽陀林金舍，就是那个给孤独园跟这个祇陀王子供养的地方、哦、的道场。当时、啊、那个时候呢，高沙拉就是高沙拉国的国王巴沙那帝王来到师尊之处，佛陀住的地方，与师尊共相问候。古时候啊，遇到圣人的时候也是有寒暄啊，互相问候最近怎么样啊，身体怎么样哦，互相问候友好交谈之后，坐在一旁，就坐在一个适当的角度、哦、不远不近啊，视线看得到的地方。坐在一旁的国王对师尊如此说，对佛陀这样说，称呼佛陀尊者，以此我在必经处经坐，心中升起如是思维、啊、他在一个毕竟的地方打坐的时候，他就思考了这样的问题：谁保护自己，谁不保护自己？来，谁保护自己，谁不保护自己？你认为现在这个 COVID 两年多啊，谁很努力在保护自己，谁不保护自己，谁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啊，你们自己去想哈、哦。啊，他就这样讲了，他要跟佛陀表达他的思考。看佛陀怎么样认同、啊、认不认同他的说他的看法他的思考、哦、尊者，那时我这样想，若有任何人以身行恶行，以已行恶行，以意行恶行，他们既不保护自己，即使像军马能保护他们，马军能保护他们，车军能保护他们，或者步军能保护他们，但他们并不保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外在的保护，并非内在的保护，所以他们并不保护自己。讲到这边、啊、佛陀讲啊，即使、哦、像他所讲啊，像我们有保镖啊，有 CCTV 啊，有养狗啊，我们有、很多的设施啊等等，但是如果恶业来的时候可以保护我们呢？所以佛陀在法界经讲啊，如果恶业成熟的时候，哪怕你躲到天堂，你躲在海底，你躲到山洞啊，你是逃不过了是吗？各位，就像我们看看佛典故事啊，苏巴布达啊，这个什么王啊，佛悉达多太子的岳父啊，哦啊，就悉达多太子还没有证悟之前啊，他的岳父就是耶稣陀罗爸爸啊。啊、有一天佛陀要去应供的时候，他挡路啊，他不要给佛陀过啊，他这种恶业啊，因为他怀恨在心啊，因为他认为悉达多太子抛弃了他的女儿去出家，他怀恨在心。然后佛陀就微笑了，嗯，微笑，佛陀就微笑。阿难尊者就问佛陀：“怎么你微笑？”他说：“那个苏巴布达，他今天造了对圣人造了这个恶业啊，因为他的恶业啊、哦，他的恶业啊，在七天过后啊。”他从、楼这七楼还是几楼这样滚下来啊，然后那个地会裂开，活生生掉入地狱。他这样讲、啊、阿难尊者问佛陀，不是佛陀诅咒他，是因为他造了恶业，他个人造了恶业。那这个苏巴布达王呢，他说叫路旁人，哎，你去听听那个沙门怎样跟他弟子讲什么，他们在那边讲话。他就去听了，听了他就来禀报国王，国王说、嗯、他讲我七天、哦、我偏偏做给他看，我不会如他所说的。
他就交代他的侍从了，哎，这七天啊，你们保护每一层都要保护我，我要出来，你们不要给我出来，等七天过后你再给我出来，你们一定要牢记，牢记又再牢记啊！哇，就重城就有侍卫保护着他，送食物给他。在第七天还没有过，他的爱马，他有一只啊驿马，他很疼的那个马。就发狂啊，他听到他从楼上听到只有他能够幸福，他就想不得了不得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只有我能够说服幸福他了。他就忘记了，他就打开门侍从讲不可以出来，他就推开他们，然后要走出来滚下去，第一裂开了就掉进去。所以他再怎么样小心翼翼的命令也是他给的，你看最后夜来的时候他是逃不过，明保是吗？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保护啊？买保险可以赔你钱，不能够赔你命哦，是吗？生命可以拿钱来衡量，不能的哦啊！所以才是什么是我们真的保护？所以明保北海佛教今天就办了这个活动，希望你们能够保护自己，从内在保护你们自己。刚才明宝跟我分享在这个疫情目前的状况，还是很多人喜欢去吃啊玩啊。我们做这件事可能是比较冒险，但是我们好过他们去把生命挥霍在这种贪嗔痴里面。可能很多人不明白，恶业啊不一定是杀啊偷啊邪淫的，恶业也包括我们讲有两种轮转，烦恼轮转跟业轮转。业轮转是我们造的不善业或者善业，烦恼轮转是指只要我们在感官意乐里面升起贪嗔痴啊，这种烦恼在我们临终时的时候成熟的时候，我们会去轮转去轮回推动我们去轮回。所以我们整天如果我们一直就是把所有心思所有时间我们的生命都耗费在外在的这种感官意乐我们不修善法，我们的恶业肯定比较快升起，因为我们给它染料嘛，我们给我们欲望，我们的恶业染料它就会马上就烧起来。如果我们造很多的善业，就像演绎经我们淡化那个恶业然后如果升起来之后也快快解决，或者减少它的风险，或者让它有更好的方法能够化解这个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我们要造很多的善业。我们看回这边因为讲到有内在的保护并非外在的保护，所以他们仍然没有保护自己大王确实如此佛陀为他印证确实如此，你讲的是对，你的思考是对的所以有时候经不是佛陀讲啊，你看这一部经是谁 起源谁的，是乔沙拉国王自己进出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他去找佛陀问我这样的 想法对吗，佛陀讲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大王，确实如此大王，若有任何人以身行恶行以行恶行，这句话是讲什么？十二业。身行恶行是什么？杀盗淫。口恶行是什么？妄以两舌，其以恶口心意恶行是什么？贪嗔邪见。那我们现在一直在这边循环你看我们不要讲前面的让你讲那种是恶业，我们也没有贪，一直贪一直贪一场你看这个疫情哇，听说那个外卖很多Shopee 卖这些很卖照样买，不出门也会得 COVID， 因为怎么送外卖人传染给你，是不是各位？你讲我他没有出门从来没有出门，他也中 COVID 在门中，一直 order 外卖，那个 SOP 没有做好就中了，是不是也？你们身边也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出门，一直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的，还是会中。所以你在那人讲杀盗淫，我没有做我是好好人，我吃好我乳戒。恶口两舌七我没有，但是你还有贪有嗔还有邪见这个是烦恼这个是烦恼大家是不是这个是十二业了 OK， 然后他们不保护自己，那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外在的保护。若任何人以身行善，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以行
善行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其意。意意就是指心哦。行善行就是无贪无嗔增见。他们既保护自己，即使无相君能保护他们，无马君能保护他们，无车君能保护他们，以无布君能保护他们，但他们仍然保护自己。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内在的保护，并非外在的保护，所以他们仍然保护自己。师尊如此说三字，导师这么说完，然后送出下面的句子：反复圣者，圣者善，能够反护自己的身体，不要造善业的人是善者哦。不要偷，不要杀，不要偷，不要嫌。反护愚者是善哦，就是不要讲偏话，不要恶口，不要两舌，不要起意。反护义者，不要让心子一直起贪嗔邪见。反护一切处者善，所有一切处时，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的六根对六尘时，我们都能够反护他们。反护一切处者，有慈心者，有修持人啊，怕轮回啊，看到轮回的可怕的人呢，他就会保护自己，称为真正的保护者。哦，我漏掉一个，称为真正的保护者。所以各位，外在的保护是很重要哦，像现在要多吃维他命 C， 要去打疫苗，要买口罩哦，要吃保健品，要晒太阳，要运动，足够的睡眠哦，尽量少出门，尽量少接触，这些都是保护，这些都是外在的，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故事哦，法纪经有一则故事。啊，我忘记那个富人叫什么名字，他有钱啊，他福报大到啊，他的王宫比王，他的不是王宫，他的别墅比王宫的还要漂亮啊，让那个阿加大萨都也很嫉妒哦，很嫉妒。我身为国王，你的这个别墅还比我们漂亮啊，连天神也会保护他的。So， 有一天啊，这个国王说，我要去拜访看看你的别墅可以吗？啊，这个阿加大萨都野心很大啊，啊这个有钱人是住在摩羯陀国的首都啊，玛嘎达的首都是王舍城，他就来拜访。哇，他看到他经济不得了啊，这个有钱人啊，虽然他不是国王，他的财富啊比国王还要富裕啊，啊他的设备，他所用的一切、啊、还比国王还要厉害。他看到了他的戒指啊，哇，穿的戒指啊不得了啊，那个昂贵到啊。啊，这个国王都没有。所以他讲，他就想，我要占有你的财富。这个夫人讲，那你有本事啊，那这个戒指啊戴在我手上啊，如果你有本事你拿去啊，你拿去，你拖起来啊。哇，他怎样实力拖都拖不到。他说，如果我没有要给的东西你是拿不到，如果我要给，那你伸出手我想给，他就会掉下来，哇，叮当掉下来。所以这个国王 不服气，他回去，他派他军队去攻打，去占有这个什么这个别墅，这个有钱人的住所。结果呢，天神啊就来保护他啊，做那些声音，那些恐怖的声音，把那些军马吓退啊。啊，你看这个人，你功德大到啊，连国王都不能够占有，哪怕国王要来占有他的东西啊，天神都会保护他。他的保护来自哪里？内在的功德。过去所修的善法。所以各位，在这个疫情啊、严重化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哦，不要像以往这样的，我们先 slow down 一点哦，对这些贪嗔痴 slow down 一点啊。大家要从内在寻找快乐，要忍得住寂寞，忍得住清贫的生活，简单少欲知足，度过这个难关之后，让这个善法起来。啊，来把这个逆境转过来，啊，才会有一个好的这个好的这个啊改变呐、啊。所以希望今天啊，北海佛教济世营举办的这个清净这个啊十福业、啊，能够带起哦、啊，希望啊将来啊会有一个好的方案，能够快快有人发明一个更好、更彻底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善法，让我们度过、哦、
这个就像好像那个盐巴跟水一样哦，来淡化它，让这个恶业，我们过去的恶业可以快快透过善业把它减淡化，然后那个业能够消哦，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好，我们今天的佛法信仰讲到这边，希望这个疫情啊，大家要再接再厉，努力，即使不能够来寺庙 online， 我相信很多单位都很用心，用心良苦的，为了让大家的法，从这两年我也看到很多人推失信心，哪怕是佛教徒啊，你不要讲非佛教徒了，也推失了很多的信心，因为一个疫情而已，一个疫情而已，所以我也希望北海佛教继续再接再厉，也在自己范围能力可以做到了，就继续拥护佛法，透过这个媒体和网页来推广佛法，让那些不能来寺庙的也能够在家里继续共修，让这个善法带起来，给我们一个好的改变。好，祝福大家如意吉祥。下一个环节是明宝刚才有跟我讲，明天是2022年这个国际共万生的这个圆满，因为那个袈裟太多，所以有一部分今天代表供养，所以我就代表僧团来这个接受这个一些护法心中的供养咯，所以下一个环节是供袈裟。OK， so 你们捧着袈裟咯，我念什么你们意念，没有来现场的你们意念爸爸妈妈，你们的祖先，或者那些疫情的王者，或者那些护法神保护神，周围眼睛看不到看得到的，我们也代表他们，我念你们自己意念哦。那么达舍巴格瓦多阿拉哈多三玛三布达舍礼敬彼世尊阿罗汉全知觉者，尊者，我们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金以及护法大德，2022年国际共万生所有参与者施主们，线上以及线下所有贤友们，代表六道一切有情众生，代表一切苦道的众生，代表师长三知识，代表堂上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已故的六亲眷属们，疫情的亡者，代表父母亲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儿女们，代表龙天护法神天龙八部保护神守护神们，代表周围附近知道听到见到的有情众生，代表疫情的患者，恳求尊者慈悲垂悯，代表僧团接受我们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金及护法大德，2022年国际共万生所有参与者护法心中，以及已故的杨雅乐供养僧团袈裟，以便让我们与他们获得长恒的利益与幸福，成为我们与他们天福天慧三根增长，修行无障碍，得意三知识三愿达成，证悟涅槃的助缘。沙度沙度沙度阿努摩达米啊，由我们明宝带领来大家一个一个往前供养这个袈裟。沙度沙度，首先是僧团要祝福你们这个布施，等一下我念的时候你们就开始慢慢把那个水慢慢的倒进这个容器叫什么用施水仪式，因为水是从高处流到低处了，就像你们现在是在高处，你们有功德，把你的功德回向给低处那些没有功德的众生，需要功德的受苦的众生，就如同水从高处流给低处，滋养他们的慧命，滋养他们的心。所以等一下我念的时候你们可以想咯，意念你到底这个功德是要回向给谁，要跟谁分享，要祝福他们什么，在倒的时候同时你就想这个水就流出去，这个功德就流出去，让他们能够获得你们的祝福，你们的这个慈心的祝福。 OK， 等一下
OK， 现在我念，你们先不要倒哈。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礼敬比斯尊阿罗汉全知觉者，在此马来西亚宾州为北县北海佛教居士林法正上法堂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清及护法大德。2022年国际共万生所有参与者护法信众，线上线下所有贤友们，以真诚的心将他们供养袈裟以及供修清净福的功德回向给六道一切有情众生，回向给一切苦道的众生，回向给唐山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已故的六亲眷属们，回向给疫情的亡者，回向给周围附近知道听到见到的有情众生，同等分享他们随喜功德后平息痛苦，平息恐惧，平息疾病，平息忧愁，时常得到安乐，获得胜利吉祥，三根增长，早乐得度，得一三知识，早证涅槃的助缘。大家可以慢慢到了。Yatta Variwaha Pura Pali Purintisa Galam Ewa Mewa Ito Dinam Petanam Ukapati Ichitam Patitam Tumha Kepa Mewa Same Jatu Sabbe Purintusang Kappa Chando Panaraso Yatta Manijoti Raso Yatta Sabitiyo Wewa Jantu Sabarogo VinasatoMati bawa wantarayo suki dika yoko bawa sabbaroga limuto sabasa tapawajito sabawira mati kanto nibuto jatuwam bawa abiwadana sirisa nicam buta pacayuno jataro dhamma watanti ayuwano sukampalamAyuraroga sampati sakka sampati mevaca Atto nibbana sampati iminati same jato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ttanu pavena sata soti bhavantuti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uttammanu pavena sata soti bhavantuti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khanu pavena sata soti bhavantuti 犹如河流之水溢满的海洋，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清及护法大德，2022年国际共万生所有参与者护法信众，线上线下共修清净佛福业的贤友们，所做的功德布施同样的利益了他们的历代祖先冤亲债主，已故的六亲眷属们，已故的杨雅乐，愿你们的心愿及愿望切能够早日达成，犹如十五乐的月亮般的圆满，犹如如意宝的满愿，愿诸灾免离，愿诸疾消失，愿你们无障碍得快乐昌寿，远离一切疾病，解脱一切悲痛，化解一切仇恨，灭尽一切贪婪，好乐礼敬者及常尊敬长者人将增长无法，长寿美貌快乐体力心力智慧增长，愿你们获得长寿无病，投身于天界体证涅槃，愿一切得成就，愿一切的吉祥降临，愿一切的天神守护，以一切诸佛的威力，以一切诸法的威力，以一切僧团的威力，愿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会员理事基清及护法大德，2022年国际共万生所有的参与者护法信众，线上线下的佛友们时常得到安乐，获得胜利吉祥。萨度萨度萨度阿努摩达密啊！我们全体大众，请大家常规，我们向三宝请求原谅。如果我们身口意有所冒犯，
希望这个恶业能够透过忏悔不阻碍我们修学佛法，修行行善之力能够利他。Okay, 我们全体大众以真诚的心敬对佛陀圣像，敬对僧团前发落忏悔。我们从无始劫轮回乃至现前，若有意无意生口意，有冒犯佛法僧三宝以及以一切众生劫恶言，在此我们敬对佛法僧三宝前发落忏悔。从此以后我们会谨慎不放逸，愿佛法僧三宝宽恕我们的过失，以便在未来的修行路途，我们能够解除所有修行的障碍，能够提升善法，自利利他。我们双掌合十，请求原谅。卡耶那瓦迦亚瓦杰达萨瓦，布提古伽曼巴伽坦玛雅扬，布多巴提干哈多阿迦扬坦，卡兰达里萨瓦里顿瓦布提。从我的身口意对于佛，我所造的任何恶业，请求佛容受及原谅一切过失。以未来对于佛，我将会更加谨慎，向佛陀求忏悔。安加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温馨顶礼。卡耶那瓦迦亚瓦杰达萨瓦，Dhamme kukamam pakatam mayayam Dhammo patikanhatu acayantam Kayam talisawalitum vadamme 从我的身口意对于法，我所造的任何恶业，请求法容受及原谅一切过失。以未来对于法，我将会更加谨慎，向法真理请求原谅。安加利阿比瓦万那礼敬法。卡耶那瓦迦亚瓦杰达萨瓦，桑格古伽曼巴伽坦玛雅扬，桑格巴提干哈图阿迦扬坦，卡兰达里萨瓦里顿瓦桑格。从我的身口意对于生，我所造的任何恶业，请求生容受及原谅一切过失。以未来对于生，我将会更加谨慎，向僧团请求原谅。安加利阿比瓦万达那。安加利，请大家一起来回向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十福由身口意所累积的善业。祝愿我们的疫情能够早日退散，人们能够回到以往，能够修学善法，能够自利利他。我们一起回向。伊米那布尼亚卡米那乌帕扎亚古诺塔拉Acaryo Pakara Chamata Pita Jayataka Suryo Chandimara Jagunawanta Narapicha Brahma Maraja Indaca Lokapala Jadewata Yammo Mita Manusa Chamajata Virika Picha Sabe sata suki honto punyani pakatani me Sukam ca tividam dento ke pampa petawo matam Imina punya kamena imina udesena ca Ke paham surabe ce watan ho parana ce danam Ye santani hina dhamma yawa nibanato mamam Na santu sabada yewa yata jato bawi bawi
Ujo citam sati panya sale ko wiriam hina mala labantu no kasam katunca wirie sumi buta dipawaro nato dammo nato waruttamo nato pace kabuto ca sanggo nato taro mamam teso tamanu pavena maro kasam labantu ma dasa tamanu pavena maro kasam labantu ma。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予对我有大恩德的戒师，善于辅助及教导我等的师长们、父母亲及一切亲属。英明勇敢的统治者，具足崇高德行的人，梵天、地士及摩罗、诸天天众及护法神、月神、热神、阎罗及一切人及人类冤亲债主或互不相识的人，愿他们都得到幸福与快乐，随喜我等所累积的功德。以此随喜的功德，愿他们获得三种乐：现世、来生及涅槃，直至圆证于涅槃。愿我等所作之功德回向给予一切众生，使我们能立即断除欲望及执取以及心中之污秽。在我们还未达证涅槃之前，必须摧毁一切障碍，每一生每一世，以殊胜的正念及智慧及无比的精进，铲除一切烦恼，摩罗将不再有任何机会趁机破坏我们的精进了。佛陀是我卓越的皈依处，法是我至上的皈依处，必知佛及僧团是我们殊胜的皈依处。以此无比的威力，不再给予摩罗任何机会，由此十方防护的功德威力，不再给予摩罗任何机会了。萨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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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耨摩达蜜。今天这堂课我们就以礼敬三宝结束圆满，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获得受益，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早退，我们能够像以往这样修学佛法，护持正法，所以我们礼敬三宝。阿拉哈萨玛萨布多巴嘎瓦布当巴嘎万汤阿比瓦帝米，世尊是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我礼敬佛陀世尊。不多弥那多，佛是我的皈依处，我礼敬过去、现在、未来佛。安迦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问讯，礼佛一拜。萨迦多巴嘎瓦达当摩达曼那玛萨弥，法是世尊所善说的，我礼敬法。达摩弥那多。法是我的皈依处，我礼敬过去、现在、未来法。安迦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问讯，礼敬真理。苏巴迪巴诺巴嘎瓦多萨瓦嘎桑诃桑杭那玛咪，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者，我礼敬僧。桑诃弥那陀。身是我的皈依处，我礼敬过去、现在、未来身。安迦利阿比瓦万达那，合掌问讯，礼敬僧团。这一个就是我们互相随喜功德啊，十福业里面回向，还有一个是随喜，我们随喜僧团的功德，来我们一起互相随喜，互相请求原谅。乌嘎萨万达米班德，尊者，请让我顶礼。苏吉乌多迪巴那巴加多，祝你们平安解脱一切苦。玛雅卡当布亚萨米那阿努摩迪达邦，您尊者应当随喜我所做的功德。萨杜萨杜阿努摩达米，很好很好，我随喜你们所做的功德。萨米那卡当布亚麦杭达达邦。
应当给我随喜您所做的功德。萨鲁阿努摩利达班，很好，你们应当随喜我们所做的功德。萨鲁萨鲁阿努摩达米，欧嘎萨杜阿拉达耶那，嘎当萨邦阿查扬卡玛达米班德。很好很好，我随喜，尊者，请原谅我由身口意三门所犯的一切过失。卡玛咪卡咪达巴，我原谅你们，你们应当原谅我。萨鲁欧嘎萨卡玛咪班德，很好，尊者，我原谅您。拜三拜。Anjali Abhiwa Watana Ayu Wano Sukam Balam Yen Fo Fa Sen Sambala Gong De Long Ting Fu Fa Sen De Wei Li Ni Men Gong Siu Qing Jing Fu Ye So Li Ji De Yi Qie San Xing Gong De Yi Ji Gong Wang Sen De Gong De Hu Yu Ni Men Zai Yi Qing De Qi Jian Nong Gou Yi Qie Nong Gou Hua Wei Ji Nong Gou Siu Xue Fo Fa Wu Zhang Ai Tian Fu Zhen Hui San Gen Zhen Zhang Siu Xing Wu Zhang Ai萨杜萨杜萨杜 ，OK， 功德圆满，大家互相啊注意这个 SOP 了哈。好，那个水呢就可以，那个许愿池那边许个愿，好，前面有一个许愿池，把你这个功德水拿去那边许愿。萨杜萨杜萨杜。暂时呢，我们北海佛教居士林全体的会员以及理事以及所有参与。国际公万生所有的参与者呢，在此非常感谢法警禅院住持法言尊者班地达玛西利带领我们修十福业，以及让我们听闻佛法开示，以及修种种的福业。在此我们以三声的沙度来感谢尊者。沙度沙度沙度阿育万能苏干巴兰。